同我呢棵樹上高咧有啲好特別嘅缺啊，呢啲啊一路攀援植物，冇認錯話應該伏石缺。嗱最特別的地方咧，佢係啲葉有分工嘅，分工啊，分工合作啊。呢個圓形呢啲咧就係光合狀嘅葉，啊英文叫 vegetative 啦。咁另外啲一條條啲見到，呢個 reproductive 啊，見唔見下面有孢子啊？佢專責除咗光合狀之外，仲分擔埋生孢子。即係個生殖嘅作用啊！咁呢種好特別嘅蕨啊，佢同呢棵樹嘅關係係咩咧？佢同呢棵樹嘅關係係遍利共生，佢有利喎，但係棵樹冇乜受傷害嘅。呢個伏石蕨 ，vegetative leaf， 同埋有啲 reproductive 嘅呢、這個，好多孢子下邊，蕨嘅特徵，一路向上生。見到啊！即幾多 reproductive leaf 啊 ，fronds 啊，呢個又係啦。嗱，棵樹冇受咩影響嘅，但係蕨本身咧越爬越高，就爭取陽光機會大啲啦。呢個 commensalism 遍利共生。